哥哥状况怎么了？目前不清楚，还在手术中。你别搞掉我，亲爱的。我怕大家肚子饿，买了一些面包给大家吃。 妈，现在是多少？怎么好多都来不完？我家也多啊。爸。嗯，面包。 医生，我脖子现在情形怎么样？颅内血块已经拿出来，不过因为病人的脑部受到损伤，所以一时之间无法清醒。稍等，我们会把他移至加护病房继续观察治疗。啊，这起码跟我没啊，提档起价清啊。这要看病人恢复的状况，目前还不能确定，也有可能就一直没办法醒过来。 医生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救我一生。我们密切观察病人的情况，这几天呢、最关键。不管花多少钱，我都愿意，请你一定要救醒他。我们一定会尽力。那请你保护老伯了嘞，有年，你千万来平安，你千万来平安了，有年。 妈，妈，不是，你先送阿妈回家休息。我不，我不会点么家陪幼年。妈，幼年今晚一天安尼啊，咱到底当够人出代志啊？我幼年跟你去点么家，从马爱有人点么家过啊？我来照顾幼年。不必了，这是我们昌家的事，我们自己处理，不劳烦外人。 阿姐，我求你，你也听到刚医生讲的，这几天是关键期，拜托你，你就让我在永年身边陪他好不好？好啦，我们是点么家，我总还有几人过永年啊，那边有月起码五星，马背方便，阿弟跟仁杰。 哥去公司无闲，阿友只卡朝天爱上课，阿好，我请他们吃好了。喂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 我现在刚丢了个几个情形嘞。伯父，我跟你一起去。阿妈，嗯，我先送你回去休息。嗯，文琪，我们交给你。那有代志，爱打电话哦。阿仔呀。 慢点休息。阿志吧，等下我可以吃。 警察调查了有结果无？我们家当场大门的监视器调出来看，有联系对冠华一前一后入去工厂的。冠华是去工厂做啥？我那个时候人还在办公室，有遇到他，他说他不放心工厂停机维修，所以他过来看看。但之后我去医院找有月。
那你有遇到哥吗？没有。啊，监视器是够听着声诶。工厂内面监视器哦，伫做维修，所以哦，断电无翕到。但是哦，大门遐有翕到，冠华已离开，是讲哦，都拢无翕到幼年啊。你意思是讲，幼年受伤是冠华甲拍的？警方嘛是安尼怀疑啦，啊，但是都无提交的证据。我甲警方完全拢联络袂到冠华，啊，警方去因厝内要找人也找无，啊，钱嘛唔知伊人走去倒位。而且警方还说，工厂的天然气管线是遭到人为破坏，所以才会漏气。这死囡啊！这款代志也敢做？你要饲鸟出来家暴的？我一直拢把冠华当作是一家人，搁重用伊，互伊做经理，是袂到伊竟然对幼年下这款的毒手。阿姐阿妈。我刚从警局做完笔录回来，哥哥和冠华他们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？文玲，如果你知道冠华在哪里，你一定要说，你不能包庇他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冠华在哪里。其实我们已经离婚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们什么时候离婚的？前几天，文玲啊，啊这大的代志你来拢有当来讲，啊是安怎要离婚啊？因为我发现冠华在外面还是有跟那个女人乱来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我就跟他提离婚。他要我不要告诉你们，因为他还想继续在新华工作。既然他还想待在新华，那他做这种事是脑袋有洞吗？所以我才想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。冠华他虽然偷吃，但是他平常工作我看都蛮认真的啊，前阵子还开开心心拿加班奖金回来，应该不会做出这种事情啊。什么加班奖金？公司没有发给他加班奖金啊。没有吗？可是他还拿不少钱回来哎，如果不是公司给他的，难道是别人？他会不会被人收买了？阿姐，对不起，如果我早点说的话，也许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了。好了，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，事情已经发生了。有田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啊？陈文琪刚刚有打给我，说状况一样，没有好也没有坏。哦，伯父，那大哥放在车上的手机跟公事包，交给我吧。好，我拿去他的房间。大家也早点休息，明天我再去医院看幼年。